220最后一行第四，就这个胃来解释，如是想为一切众生该有法界实相，本自有自，乃是自性清净心，如来中之相貌，如是性，也就是讲第一义空的性，也就简单讲或者性德，如是体就是中道法性之理体，啊，是为三德密藏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叫做三德。三德密藏啊，这个体、性、相，通十法界，位位皆有啊，啊，通十法界。每一位当中有啦，每一个位啊。那么第初三德入去性界行净，入十性位如是力，如是作。入四十一的性显位呢，名如是因，如是缘。到佛地名叫做如是果，如是报。凡夫三德为本，一佛果三德为末。当是三德啊，名叫做究竟啊，究竟，但是是因果无差。简单讲也是这样子的哈，因果无差，本末究竟嘛哈。那么这个三德呢，同一显恶还行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可思议，所以直至结缘呢。因为第一的实相不能说嘛。佛陀直就是说这种东西不能说，你叫我怎么说呢？而且根气不够的真上慢还没有退席，你叫我怎么说呢？所以爱心好像五千元真上慢能退席，或者也在讲，所以这个佛陀制止这个舍利佛啊，有很大的含义，有很深的含义啊。又处处十如是究竟定者，十界相啊相性啊啊十界相相跟性款式的开合，无量的差别呢，以平等大慧如是观之，究竟界定啊，唯是无相无不相的一心，拢是一心嘛。那未出一心是境呢，就六凡。六凡的法界之上性名叫做色体、色受体啦哈，啊，就是四谛，就是无法不立啊，就立一切法。啊，那我的这个一心是上的境界呢，就三性法界上个性名叫做真体啊，名叫做真体，就是啊空一切相，何本性圆，非迷非悟，名为中道第一体。他说：“会当真像啊，像佛的平等大慧的观，不可思议的一心，迷我不离，宽心不离，境地不离，金色不离啊，金的金啊，你说花花，色的是色，色的花花之慧，也是同款，共显实相的道理，一切拢是不离，所以叫做究竟定。所以用四种的解释啦，啊，名利裂片啊。”了解这个实相之理，就是一切通通具足，所以叫做啊，就是法界来解释明净啊，那么寂静，所以就这个佛界来解释，那么明佛法永自在，所以用这个离合来解释，那么明三德遍于凡行的，这是就位来解释，无论开始什么解释，都是不二。问天台性具的思想。性具就是本性具足啊，天台就是一念心性本质具足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具足十如，叫做百界千如。是后根据本经是如是，其含义可后列位说明呢？答：天台祖师创立一念心性，其就三千的性相是完全发挥是如是的佛法的精义啊。222跟他这个鼓励啊，显出一切法，先鼓励缘起，比如讲，人道基础有佛性，要么基础有地觉性呢，众生觉性呢，是看你的啊，显出来迄个相安怎呢？来论啊，你讲你太人放屁，虽然是人来讲，不过你他们做行为，他们众生共款呐，定性啊，一佛性是先性的，地觉性、特性性是恶性的，那么先让人性东西在咱人的一念当中集中呢？啊，咱人有时爱做一寡善事，有时爱清净心不断，所以这个是法界拢有，
所以讲是心是好，是心是地狱畜生定。可是所以成为佛甲众生定呢，是依照六因四缘啊。那个六因呢、啊，那这个唯识学都讲过了啊。第一个就是能作因啊，你们写一下就好。能作因啊，能作啊，功能的能，作文的作，能作因。第二，具有因啊，一个人在一个工具的具啊，具有因，有没有的有。第三就是同类因，同一类的因啊，就是同类因啊。第四个就是相应因，相应因，相应啊，我们这个现在很相应是吧？我们两个呢，心很相应，法很相应，对不对？第五叫做片行因，片行啊，这五片行啊等等片行因，哎，片行因啊。再来啊，第六就是意俗因，意俗因。这个片呢、啊，片行是错步啊，是错步，哎。第六是意俗因，再念一遍：能作因、具有因、同类因、相应因、片行因、意俗因，六因是缘、因缘、所缘缘啊，那么等无间缘、真上缘等等是缘。那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因为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吧啊。六因素缘是如所行般，所以讲是心作分，是心买当做地界，买当做精神呢。哎，那有时啊，定咧闽南讲，闽南讲个精神，哎，就是安尼。啊，如果地界客，哎，地界上是心是好，属一心的本具性啊。是心作好，属于一心的熏成性啊。本具性就是本来具足，熏成要靠后天的。哎，本具性是先天的，哎，是是心是佛，这是心本来就是佛，就是本具，就是先天的。是心造佛，意思就是后天修成的，啊，属于一心的熏成性。啊，是心是佛呢？这是一心的进入门，是心作佛，那是一心的心灭门。一心的心灭门就讨论体相用，一心的真如门只讨论体。一心的生灭门讨论体相用，哎，讨论三样的角度。你讲到生灭，都要讨论体相用。那一般都是讨论呢、啊，啊，这个体相用的生灭门比较多。那么一心理门呢，翻译如此，故名实相。心性若无基础，虽作也不行啊。意思讲，你若无佛性，你按照修，你嘛袂做佛啦、啊。啊，那么连体也袂当成金啊，因为体唔是金的质料啊。心故难不装呢，虽然执着将不现呐、啊，啊，亲像这个空当中的金啊，伊内面的珠，心故明心明性得不差，亲像顺着念金星座，明修得有别啊，亲像啊，这个匠啊，这个匠工匠的匠啊，这个工匠啊，这师傅啊，所组成的匠气故。黄金甲器具，哎，袂使讲同一项，也嘛袂使讲无同。你若讲伊同，哎，每一种器具拢无同。你讲伊无同，啊，每一种器具拢是金。心作心固也如是。儒家讲啊，性仙，墨子说性恶啊，西言哲学家说一言二言啊，啊，其他的宗教都以性为心者啊。这都是属于非因即因呐、啊，非因即因呐、啊，哎，以偏概全呐、啊，概非实相啊。所以你乃有佛教的思想的人，你对这个人生无常的观念真理念真清楚的时候，你乃去看那个外道的钢筋说法吼，你讲吼，你站袂掉，你也站袂掉。以前啊，我还袂学佛啊，高中。就大家在招，拢有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嘛，基督教的思想，完了招，然后招，啊，我看这圣经啊，哦，啊，我有函授班啊，函授教了好难。我不是说他不好，我绝对不会去批评人家。不过他的道理我不能接受，道理就是讲，我这个不能接受的讲，上帝在7000年前创造天地万物，这第一个我就不当接受啊。哦，山顶洞人都是四五十万年呢、啊，啊，四五十万年。澳洲现在发现人类6万年前就有人到澳大利亚澳洲的人类啊，
哦，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是几十万年呐、啊，对不对？哦，恐龙是六千万年，几亿年前，对吧？这块物件我们现在一直出土，一直发现，所以这个不能接受。第二个，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创造出来为什么？那我们没有智慧在迷惑，因为那不地有个迷惑，迷惑我们还要再靠神救回去。为什么他要把我们创造出来，然后再信神，再把我们创，再把我们救回去？一共神创造给你自由的意志啊。那么神创造给我们自由的意志，那么表示神不能控制我们嘛？让我们自由。既然我们让我们自由，那么神就不是万能的，因为我还可以自己做主嘛。那我可以自己做主，就是我的因果自己负责嘛。那么你神也无奈我何嘛？你创造一个人一个下来给我有意志，那你无奈我何？我又不信神，那你讲万能，你也不讲不通啊，对不对？你为什么把我创造出来？你给他创造出来，这个给他救到顿啊？啊，难道我是你下棋的棋子吗？让你随随便便的走？他们基督教最喜欢讲一句话，这都是神的安排。他们最喜欢讲这句话，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那空难呢，也是神的安排。那神的意义，神每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意义。那我问你，用264条人命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你这个讲得通吗？你为什么要搞创造，再搞搞救？你干脆卖搞创造，安尼也塞喂。再说第三点，你神从哪里来？神从哪里？神性跟人性有什么不同？如果神性就是人性，那么创造出来的人应该是神呐、啊。如果人真的是神创造出来的，那么人性应该跟神性是一样的啦。如果人是神创造的，那神本身就不是万能的啦。那么我问你，人性跟神性有没有一样？啊，这个伪通啊，伪通啊！对，你怎么讲，他都是没有办法圆满的解释，对不对？你有智慧的人稍微动一点念头，就是这根本都伪通，对不对？伪通啊，对不对？啊，就在那边安尼，那嘛好啊，对，在那边祷告，对不对？对，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是说哪个宗教好，哪个宗教不好，而是说他讲的这个理是不是为众生所接受。对不对？难道说你不透过理性而直接达到信仰的目的，就用感性啊？我感受上帝的存在，那你感受上帝的存在，我没有啊，那这不能叫做真理。真理是 popular， 普遍性的，对不对 ？popular 这本身就是真理，就是普遍性的东西。释迦牟尼佛说，世间是无常。那得管你神是谁创造，他就是无常。你黑人生嘛无常，白人生嘛无常，你得几年嘛无常，你行到得几年嘛拢无常，你信不信都是无常，这叫做真理。那才管你信不信的东西，对不对？你有什么否认吗？你谁敢否认无常？我们讲的这个理要能够遍四海，一切的任何的时空，它都会应用得到。啊，你唔就是讲真正智慧的人啊，对不对？哦，我感受神的存在，可是我感受不出来，我感受不出来啊！哎，我相信他有，可是我不相信呢、啊，那就开始争执。所以你神教你到哪里，他一定要争执，他一定要争执。他为什么一定要争执？他没有定论嘛，因为都是靠感受的问题嘛，感受就非理性嘛，对不对？那佛告诉我们，所有感受都不是正受嘛，所有感受都不是正受的东西嘛。因此啊，能够听到佛法的，那超过一切哲学，一切的哲学家都不能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理啊，说实在话，比一根汗毛，没有办法比较的。哎，你说哦，有的人当然就是他们可以批评我们，那没有关系，只要你真正的找到真理，人家讲你什么也没有关系。他也可以说我很狂妄，可是我会享受这份狂妄，没有关系。你尽量讲，我就是真的享受到真理，哎，不增也不减，不来也不去的。哎，你赞叹我，或者是回谤我，真正的发现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你讲一元论、二元论也好，神造的也好，这个都是非因即因的，以偏概全的，都不是思想的道理。唯有一念具三千的性相，啊，这就是缘起真实的宇宙人生的真相，非空非有啊，非偏非狭，苦名定正觉，正定正觉，也就是正确的因果观呐、啊。真正的听到佛法的人是真的是很善啊，很了不得啊，应是了的啊的一个善根的一个众生，真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是吧？具颂，来赞叹清妙，诵记言叹啊。
们时间不多了啊，这稍微懂的话就这样念一念啊。你是世尊欲中宣此句的二十句言，世雄不可量，诸天及世人，一切众生类无能敌佛者，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及佛诸依法无能测量者。啊，中宣此句，也就是以句相来定算头前列赞佛能敌千妙，哎，根本智厚德智是吧？世雄，那么或者是全十二智都可以啊，全十或者是根本厚德都可以。哎，世雄就是即世尊个诸佛具足大慈大悲大雄力大喜大舍这含摄，能解世间人所难解，行世间人所难行，断世间人所难断，净的世间人所难净，多世人所难多，就是世雄啊，世雄。所以一般供佛的啊，这个殿堂称为大雄宝殿，称之大雄宝殿不可量。意思讲，佛具足凡是能敌，该是深广不可测量。所以天人跟一切众生不可能会怎知影，不可能会知。佛因为圆满，具足有凡是能敌，所以佛无论诸行，也就是化他所作所为，为佛一佛，才会当知影。力就佛的实力。无所谓是佛无所谓，是无所谓解脱是佛的不解脱，跟大涅槃的解脱的。诸三昧是佛的修灵严三昧定，已经在头前解释过了啊，没个讲啊。以及佛诸依法是指佛的三心四谛五眼六通多罗尼十般不共法啊，这个佛学词典，这一切功德妙用，救法界众生都未当测量伊的深妙。本将无所佛，具足行诸道，真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以无量一劫行处诸道义，道场得成果，我意识之见啊，佛啊，为无所佛啊，拢行这个啊不可思议的道。那么这款道啊，不可思议，无量一劫来，那么这道场早就已经成就啊，啊，我已经识之识见，这是崇尚啊。头前啊，赞叹啊，甲结谈两地，讲深深微妙的款式两地的难可见啊。为什么呢？地为心功，必须要会让心地的思想破这心体，那那正我的破这心体了后啊，就无代志咯。了则现心胸的光明，所以难可见啊。难可了，为什么呢？诸佛修因正果，度化众生，无量的款式法门，佛佛得懂，无不具足。这些法门不是佛决定不能了解，所以难可了解。但是我释迦牟尼佛曾经在时空无量当中修行诸佛所具足的权势智慧跟法门，所以能坐在菩提树下行摩成佛了，已经得到佛果。当年在这个权势两地实地实践圆满具足，这两相一直相啊，一直相托相修持修行的方修行法华经两种的深妙。真深微妙法就是指本经啊，不是托相修行的本经，对佛深妙的款式两地决定难见难割了啊。下面如是大果报，种种性相依啊，五级是方法乃能敌是事。这句话是证明讲，只有佛才会当证敌呢。这款呢，佛果这么大的究竟的涅槃菩提的果报，只有佛啊。种种啊，加两个字，种种如是性相意啊，种种加两个字，如是性相意。种种什么样？这个啊，性相的道理，只有佛十方佛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初级相就相各行经定功德的深妙，那就是常行经文来讲，为何一佛乃能究竟诸法的实相，所以如是相。乃至如是本法究竟定大果报，也就是如是果、如是报，十法界皆有实如，故名大。种种的性相就是如是性啊，如是相、如是性。中间内面的体、力、作、因缘啊，咱用这个例子当了解。这些八界千如乃至三千的性相，大家拢有差别不同，就叫做种种的性相义、种种的性相殊。只有我释迦跟十方诸佛以实如是
所能知所恭敬，也该以此以种种的言辞方便来教化众生，但能懂得好即所知所见，如是进未来者，颠转经中诸佛，正得诸佛实相大果报大功德。下面讲者众生不了解啊，讲实法不可思，这是相法边那开始的，这当然不可思议啊！这实相的道理你怎么指示呢？眼熟相即灭啊，就是透过的言辞啊，透过种种的相，它还是不能显示啊！啊，它是即灭，意思就是说不可即灭，就是空啊！啊，言辞相即灭，就是说派不上用场。没有办法去讲实相啊！诸于众生类，其他众生之类，无有能解者，除了佛以外，那么其他众生根本就未当了解实相的道理。独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除非有菩萨众，到差不多十地迄款的顶格啊，信力坚固的人，哎，伊才会当了解一实相的道理啊。这是相伴相无相亲妙跟正立亲妙，所以说言语得断，这是不能透过言语啊，道断到了就道断，就是说断了这个语言就不可以，不可以有言语，道就说出来，言语里面说出来就发现不到那个真理啊，心行之后面也灭掉一切的心的念头，未尽红低啊，只有证悟到那颗清净的如来藏心实相的心，才知道禅宗的讲向上一着，内求即处。什么叫向上一着呢？向上一着就是说当下这个念头就是向上一着，麻烦你把时间浓缩到最短的时间，就是当下向上一着，就是说麻烦你不要把这个法假设到很远，第两秒钟、三秒钟、五秒钟、一年、两年后，不需要向上一走，你那个念头用当下去关照，开口就错，那就是说就是说不可透过语言去形容，开嘴都不对，因为实相的物件没当和你讲，以是妙法，你言语不理想，不简单了解。也无法度知识，所以百丈禅师来讲，灵光都要就是指我们的佛性啊，每一个人啊，灵光都要，窘脱根尘啊，摆脱了六根六尘，体肉真常啊，我们的清净的本性啊，显现出来就是真实性，那么永恒性啊，它可以显现在哪里呢？显现在一切的相，所以它不拘文字，不拘文字，文字啊。就具足实相，但是不只是从文字可以显现出来，一切法都可以显现，所以不拘于文字。清凉国师傅来讲，当初行一佛，唔通初行一人，人是众生哦，无名的众生嘛，你唔信佛，你信人，这是奇怪啊！真界玄微啊，真界就所谓实相。实相这个真理啊，是非常的玄，玄就是不可思议，微就是深不可测，不可思议，玄就是不可思议啊，玄就不可思议，微就不可测，没有办法，不可思议深不可测的境界，为言说说灵现啊，爱亲心啊，爱亲心的是佛心，一旦贴盖，朗然现前呢、朗然现前，比如慧思禅师。慧思禅师是唐代的出家人，把笔拿起来，738到839，738到839，我63加839，活了100多岁了，又如慧思禅师，啊，那个是清凉国师，清凉国师是唐代的啊，慧思禅师不是，刚刚讲的是清凉国师。唐代生啊，清凉国是唐代生，是738到839，活了100多岁啊。刚刚讲的是我国华严宗第四代祖师是清凉国师啊，讲得太快了。慧思禅师不是啊。那么又如慧思禅师悟后作句这么说啊：顿悟心言开宝藏啊，顿悟的心言开宝藏啊。
派宝照呢，就是本来的自信清净心呢、啊，是吧？那么隐显灵通现真相，隐显就是时隐时显啊，一下子隐，一下子显啊，灵通当然无所不通了，见本性当然是无所不通了，是不是啊？啊，灵通现真相，现真相，那独行独坐常微微啊，什么叫独行独坐呢？哎、啊，那当然就是法无来气呀、啊，当然没有所谓的，当然就是独了，没有任何的比较嘛，当然是独行嘛，独坐啊，对不对？不离一念法，也不是一念法嘛，啊，他不能离开一念，也不就是一念法，当然就独行独坐咯，常微微呢，啊，别业化心不受量啊。你有了清净的本性啊，你要化现什么都有办法啊。纵令逼塞满虚空啊，这个本性啊，纵然逼塞啊，比那些逼塞就是所谓充满啊，这个本性啊，纵使是充满的啊，整个虚空来讲，可是看时不见为成相，你真正要看它，它什么都没有。看时不见为成相，我们的本性啊，般若的智慧充满一切的虚空，但是你目睭要甲看，你看无。可笑物兮无彼况啊！可笑就是可惜啊，物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这句话就是可惜世间的一切现象，无彼况就是没有办法来形容。哎，很可惜，世间的一切物质现象，现象界。都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那个清净的本性，但是呢，口吐明珠光晃晃啊，晃晃就是觉性的作用啊，口吐明珠就是说啊，嘴巴讲出来的法亦都是真实性的这个般若的法，怎么样可以启发你的觉性，让你的觉性产生作用？口吐明珠啊，口吐明珠表示说法以实相相应啊，这个光晃晃就是启发你的觉性的作用。哎，口吐啊明珠，可以把佛陀所讲的法好像明珠一样，可以怎么样启发自己的觉性，也可以启发众生的觉性。所以行常见说不思议啊，啊，平常我们所见所说的都是讲不可思议啊。那么但是如果用一语来标出来啊，言下当，如果用一句话来标示它，那么就是讲当下这个名词，当下这个名词，本性是天下不能改的，不能在啊！啊，一边讲天不能改，地不能载，本性是天，未当砍嘛，地也未当载啊！不去不来，就不中介，不长不短，不青黄啊！不在中间，急来我超群出众，太虚显啊！啊，超群出众就表示不为表象所束缚，表示超出一切现象界，就是入超越现象界，就入于本体界。太虚玄就是所谓的本体界嘛，超出群众就是超越一切的现象界，入于太虚玄就入于界。止悟传心人不畏，止悟就是说为了让你悟到，只是外物就是本性，如此传你体会不出来。是止悟传心人不畏，止悟就是说啊，任何的现象界都是我们的本性，可是你怎么样都体会不出来。止悟传心人不会啊，可是悟道的人都体会出来啊，看哇，这简单，不很难，是吧？喜欢就是心化的，也就是由心所起的宽心能力，这微妙一念的清净心，里面作相即照当时，成立空有，中见空有啊！啊，所以改名为空啊，所以改名叫做空，或者是名叫做即涅槃啊。其实来讲，离本离相，离语言相，离心言相。哎，离文字相，这个离要用三次：离文字相，离语言相，离心言相。所以喜欢不可思议。眼熟啊，相即灭，这些原语的相啊，也都不能描述出来啊。注意众生类者，除佛以外，其他诸法界众生，总该不可能了解这个真如净心的体相用。立行的菩萨，第四正经，虽然心力坚固，
所证的那是跟他消分而已，中现为佛地啊，佛的地位完整完改，才能了解佛虽然能方便讲这个一心的妙法，而众生在未如法修证以前决定不能了解，所以佛之不输说啦啊，佛就停止这下的佛经没再讲下去。诸佛弟子众正供养诸佛啦啊，下边加三字，阿罗汉一切漏已尽，加三个字，阿罗汉一切漏已尽啊，不你也误会做佛了啊，你不加你会误会，以为这个是佛。阿罗汉一切烦恼已经断尽，这是指三界内的诸是最后心，一个纯洁的色心呐。如是诸临定寂力所不堪啊，哎，就是加阿罗汉也未当了解佛的境界，所以其力就是指阿罗汉的力量。就阿罗汉的智力所不堪，还不堪了解佛的智慧。这个下面高上半是上佛的不共三性的深妙，这一种半上一般见思流进阿罗汉不堪了地佛的智慧，已经证得阿罗汉各位报身的名叫做最后身啊，以尽处报身，不再受三界生死啊，无休了后啊，无休无后有，无后有呢，那就是说啊，这个不会来投胎，再来转世六道轮回，觉得无后有，哎，所做一半没有后有。假使满世间啊，该如舍利弗啊，尽思共度量，不能切佛地啊，就是追归世间，亲像你舍利弗啊，你做回来。啊，共同的度量也未当切得佛的智慧，哎，正思满十方啊，该如舍利弗，给予诸弟子啊，也满十方刹，尽思共度量也好不能地，这两相伴是上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该如舍利弗啊，安尼，迄款来经声闻的弟子，共同尽其所能，寸度思量也难切得佛地，所以头前啊，探佛的智慧，智慧门难解难入啊！尽思者啊，穷尽意识分别，穷尽意识分别就是破除一切意识分别之种，哎，都没有办法。下面讲辟支佛嘛，袂当啊，讲辟支佛内地啊，啊，不是外地，内地内地内根基的智慧啊，哎，辟支佛内地啊，悟了最后心啊。伊嘛是无留心，最后的心也满是方界，其所如定那，思定共一心啊，以业无量劫，欲速佛悉地啊，莫能抵消分。讲在所有佛的弟子当中，声闻属于下根啊，辟支佛中根啊，菩萨是上根。头前已经讲过，下根基未当了解佛的智慧，即嘛这两相呢，就是上中。啊，上这个中间也未当了解消分，何况讲全部了解呢？更加不可能。啊，辟支佛对下面的根基讲叫做内根啊，因为伊会当业顺观十二因缘的中相甲别相，中相就是空相，别相就是十二机啊啊连续的因缘法啊。所以我们每次讨论无明行识，这个叫做别相，但是所有的相啊中间一个圆字都是空，所以总相叫做空，所以呢。啊，当体即空，但是呢，啊，因果连锁叫做别相。心法以菩萨供养无数佛啊，了达诸基处有灵显说法，如德摩德为充满十方刹，一心把笔拿起来，这个注意，一心一秒要秒地啊，一心指众生的妄想分别的心，指众生妄想分别之心啊，就是一心。这个不是佛的心，要注意。讲一心一秒地，如果你用了众生妄想的分别心啊，来测度以妙智，就是来测度这个妙智。纵然经过恒河沙劫，就是经过行沙劫，含叫哎，这个共同啊啊来思量，不能低佛地。所以这个一心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那一心当作是佛心，当作是众生的分别心。妄想分别心，这两相伴是上上根基的初心的菩萨，同款未当彻底
七地佛的智慧，新法义的菩萨虽然其中六种的德行德，亲近供养诸佛。第二，了得义处，了得义处就是了解这个道理了哈。第三，灵现说法。第四呢，即数量无量。第五，用一心，就是用这个分别心啊。第六，用真长的时间，要来思量，思维佛的智慧。但是要未入去圣位，这就是原教初住以前的菩萨啦，没有破无明啊。原教初住菩萨是破无明嘛，但没有破无明以前的菩萨，这是指通别能教初发心的大师来讲。这诸大师虽然有福慧两种啊，严啊，福严慧严，成就能力。那边拿起来啊，啊，把边拿起来。二力，第一个指施则力，施为的施，选择的择，力量的力，施则力。第二，修习力，修行的修，习惯的习，力量的力啊。那么施则力、修习力是什么意思？施则力就是施则正理以对治诸障之力量啊。施则就是用这个分别思维啊，下面是假，下面是假，来对治种种的障道。哎，那么修习力呢？修习力呢？啊，就是修习一切善。善行使他坚固决定之力，我们施则力思维以后，透过智慧思维以后，我们要决定要修行，就是修习力啊。修习力是修习一切善善行，使他坚固啊决定之力量。那这成就二力，施则力、修习力，二力啊，也不能知佛的智慧啊。更加显示佛所证的一心能地的清妙。善就是国度世界，一心就是。一心不是真如净心无分别的一心，是指众生妄想分别的一心。妙谛是通教的菩萨，以了得色即是空为妙谛。别教的菩萨以用心非有非空的中道为妙谛，也未破得无明，也未证得法心。对佛告能谛啊，全十二字来讲，乃是不清也不妙。不退诸菩萨依所如行刷，现在就说菩萨了，一心共需求也好不能的，不是只有理性人不能了解啊，连这菩萨都不能了解。这一生是上不退菩萨，虽然三种不退共同一心施杂寻求，也难彻底佛的智慧。不能的者通告断的概念之后，虽然地的威不退，嘛唔知这个中道的妙理，也别搞三贤威啊，十住十行十回向是吧？哎，行不退啊，唔知一心即就一切法，哎，就是一切法。那么别搞初，哎，别搞低啊，别搞的初低，弯搞的初住以上的菩萨，虽然进的真事，真事就是真智，真智。真在这里讲的真是，所以真就是指见性见圆满大圆净智，虽然有见到，但是还没有圆满，哎，叫做真是。因为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吧，哈，啊，真是就是真正的智慧，啊，得念不退，但是眼睛不能眼修啊，啊，圆真就是啊悟到空啊，圆真就是悟空啊，他虽然圆真，虽然悟到空性，但是还不能随属。不能建立一切法，是有功用有相的修行，或者是无功用无相的修行啊。这就代表对佛自性的诠释，故名叫做实谛啊。念念令言真修两体，无谛也无谛来讲，亲像啊，给隔云见月，隔着一点魂来看这个月亮，看到不是真实啊，所以讲也好不能低啊。啊，下面这句是为佛灵界，又过舍利佛啦，无了不思议，深深微妙法，我今以故地啦，为我第四相啊，十方佛也然呐。啊，对舍利佛来讲是无了不可思议，这么微妙啊，只有我了解，十方佛会当了解。那么这几相波啊，是吉祥头前讲无了无量无了的不可思议法，真清微妙的宽心能力的佛能成就，也是定向佛以佛乃能究竟，
了解诸法的实相。无量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前讲的，真如净心，诸法实相啊，亲像摩尼佛祖清净无一切相。但是这个摩尼佛祖会当现众部，譬如实相无生，哎，但是会当行法界，非心可思，非言可说，唯有佛所证，唯佛能解。以人不敌不改，所以叫做真切微妙，由此无流不可思议，也就是十界十度，修尽一切凡性的理性，皆无流性。十度也就是诸法实相，实相名无流不可思议，真切微妙法，这是佛的两种智慧。只有两种智慧，究竟会当了解十界十如之本末。哎，下面就甲咱考验咱的相信，互咱了解只有一性的佛教。舍利弗当知啊，诸佛义无义啊，无义就是讲头前讲到后边讲袂矛盾呐、啊。啊，不会说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又不一样。哎，那么以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啊，世尊发救后啊。要动说真实啊，世尊行得了说法恭敬故啊，法久就说法说了很久的四十一年那都已经过去啦，怎么样现在要说真实相的道理啦，那就是世尊法久后，世尊说法已经有四十年了，三圣法已经说了很久了，现在要准备入涅槃，所以要讲真实的一实相的道理。这是上半肯发心啊，发信心，爱信诸佛所说的一性是真实。为什么呢？因为你舍利弗定理性临定，既然无尽的诸佛的所证，对着佛，因为有证理说即一性的实相，实相法，那么当然应该升起起用信心啊。那么不应该产生怀疑。比如讲啊，众生啊，清明竟然毋捌看见到日头啊，对着目睭啊，无清明的人来讲。伊讲啊，你日头啊，啊，皓日当空，哦，日头这样呀，岂可不信呢？佛祖就是目睭光的人啊，咱就是清明的人啊。诸佛义无义啊，啊，是说诸佛化道相同啊，世尊化久后，要动说真实啊，是说世尊过去四十多年所讲的三性方便法已经真久啊。现在何必立涅槃，最重要的那就是开权显实啊，讲这个回三皈依的一性的真实法。各诸声闻众急救缘觉性啊，五灵脱苦迫啊，待地涅槃者啊，已经接近涅槃了，所以他方便的开示这个三圣，也声闻正声闻众啊，缘觉等等。我是因为要让他为了脱离这个啊苦海啊，哎，等到涅槃的话怎么样？哎，佛以方便力哦，当然一定的涅槃好，好改讲这了，用这方便力，是以三心教，为了要让他得涅槃，所以方便呢开始这三教。但是呢，众生处处丢啊，佛因之领得出了，哎，三圣人啊处处找，因法执没有断嘛，所以啊。因此领得出啦，初一相啊，相佛破格理性又较无学的人，那么过来一相，相佛教化三性的意思，也就是因为众生处处啊贪着于三界六道，所以方便讲这个三性法，因其得出三界六道。因为恁理性人虽然出在三界呢，但是呢要接到这个小果。也无想要向大乘，所以佛啊，即马讲回三皈依的真实法啊，和咱三性的人、三性人参佛定无差别。经典里头讲，五灵脱苦迫啊，这个脱画差啊，打字打错了，福啊啊，前面就讲我令脱苦福嘛，怎么脱苦脱呢？是吧？打字打错了，这本书啊啊，有好几个字都打错了啊。几乎令三性众生了脱三界生死大苦啊！甲这个说法，到甲得到这个啥涅槃者，
既然指出这三界，佮贪着这个小乘的偏空涅槃者，佛当然来引指出离我法两界啊，懂得成佛啦。佮再讲，处处啊众生处处着啊，即大家嘛安尼啊，总是指五执佮法执啊，佛讲声闻闻觉菩萨三圣法，就是令众生破除我法的执着，证得离空真如的法身啊，也就是成佛啦。如来赞侵法以当执一颗啊。啊，因为一动执一颗，至此为止，动则生执了哈。一边是大众起疑情的劝请啊，产生怀疑和劝情，先结集人，了再描述这个怀疑啊，后来再个后面请求佛陀来回答。那么大众啊，今嘛问佛，讲三性法是方便，那么什么是究竟呢？所以三行之执当啊而生矣，就唱着执着啊，开始啊动，哎，动摇就会生疑嘛，哎疑啊怀疑啊就会生动摇。大雄起疑情，你看请大众生疑。你是大众中有诸声闻流进阿罗汉，阿若乔成如定清两百人。及发声闻辟支佛心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作是业是念，今者世尊何故啊？殷勤清谈方便啊，清谈方便的是全智吧？离作是言啊，佛所得的是实相，但是他用方便啊，全啊，全就是实。佛说地的话，心清胆盖有所言说。意处难敌啊！一切行闻，别起佛说不能解。佛说一解脱，一解脱那当然就是实相啦。我定也得出发，得一涅槃。你今不敌是义所出啊！讲数将文佛经说，过去所说三乘法皆是方便，所以真惊吓。因为舍利弗三拜来请佛说明，佛一个三拜来个阻止，《法华论》解释讲啊。把笔拿起来 ，A 啊，标号一啊，就是 A 就是一了啊。第一次，佛出执 A 哈，依诸经的智慧，佛为什么要动舍利弗呢？因为佛诸经的智慧无法度讲，为着要使众生了解一经的法界，本不应求啊，本来就是未使啊，应你的要求。透过语言平常来讲，所以佛第一摆接旨，爱让你了解一真的法界，唔是语言所以当表达的啊。下边写 B 啊 ，B 就是二啦。第二个停止止，那是有点呆僵，推密深境。你要体会佛为什么不讲，那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不可思议啊，让你产生可养欲闻，哎，好厉害个，好，好厉害，让想要为这个清净心。为这个欲望，哦，啊，为你的这个清净的所在产生追求即正法的这个欲望，哎，所以可养欲闻，所以第二拜佛果停止，那第三拜三字呢编号 C 啊，那么又令不堪闻者退学啊，啊，不堪闻者就真上慢的人，根基无成熟的人啊，你若无法退学，因为怀疑的诽谤啊，免去疑。放你精闭嘴啊！哦，所以啊，哎，自己啊，下里胡搓恰恰，侠就是靠着自己跟他人的怀疑，所以请佛开示。哎，舍利弗出请，就是啊，靠着怀着怎么样，自己也怀疑，别人也怀疑，所以哎，请佛开示啊。舍利弗第二请是表现主一啊，主他的过去啊。啊，诸佛已经啊证得善根来到今仔日咧，为什么所证得无究竟呢？第三请是描写家己啊，啊已经真久对佛的教化，应该佛会了解伊的根基有够，应该啊堪闻这个大法，所以啊请这个佛来开示。大众何以生疑呢？就是因为诸所证的心先决定，所以佛所讲方便产生怀疑啊啊。大众就是三圣人呐、啊，啊，二圣人呐、啊，三圣人等等呐、啊，我们呢、啊，针对这些 啊，当然都会怀疑啦。过去进了涅槃，
奇怪，即嘛佛讲的，啊，为啥佛讲今日正着即个小乘的无啊无究竟呢？究竟佛嘛是安尼讲呢，我嘛安尼修呢？为什么讲无究竟？大众所念佛何故赞叹方便？是总怀疑佛的权势力地，因此作是言：讲佛所得法深深难解。这两句是指佛在头前所讲的，诸佛的智慧深深无量，是怀疑是地。有所言说，疑处难知。这两句是指佛啊，前述头前所描写的，讲智慧门难解难入啊，这是怀疑宽地，宽是两地该深啊，理性你不低，所以叫做说不能及。啊，由于不知不觉，所以生疑。佛所讲的解脱，我等也得到涅槃呢。这两句就是五依离行的涅槃，是佛的究竟解脱。将二圣的境界把它当作是佛，这是大错特错了。啊，突然间听到讲这不是究竟，这是方便啊，所以啊，不敌如来殷勤啊赞叹方便啊，这一处所在也唔知什么啊。这是究竟真实的解脱。李信林在新闻当中在的方便啊，这有违法，是指宁静的深空之道。真空之道啊，深空就是我空啊，哎，无印皆空啊，啊，无印身啊，皆空，已经静的无为割法，也就是偏空涅槃，是指所静的空力，以处宁静所静，安怎啊？宁静所静。拢是决定究竟之心，已经产生决定究竟之心。即嘛听到佛讲，这是方便，就当然伊怀疑啊，说而今不知是以所去啊。哎，过去我真个计无究竟，无到底什么叫做究竟呢？后壁丁相讲我今主义地啊，义学不能了。为是究竟法，为是所行道，这就是表现不知是去所，是以所去啊。我们啊。要慢几分钟啊，慢几分钟，再把这一段呢、啊，再讲一下啊。逆时下利佛，低数众心怀疑，诸也迷了。哎，啊，家己嘛未当了解离别佛言，世尊何因何言？啊，殷勤赞叹诸佛第一方便，深深微妙难解之法呢？这是描写家己怀疑佛的宽实能地。第一方便是佛的宽地咯，难解之法是佛的实地嘛。何因者是指什么道理呢？何言这是指什么何啊？何殊言故呢？数众以及我啊，身子就是舍利弗；世众以及我，身子就是舍利弗；世众以及我，舍利弗皆不了解。那个身子是指舍利弗的自己讲的啊。世众及我，身子啊，身子就是舍利弗了，概不了解。所以我定三行疑问了，请问，因为过去佛了，不然来讲啊。三性同住解脱成啊，解脱既然无疑，什么道理？即马佛一拜过一拜啊，讲诸佛所得的法真深真微妙啊，其所不懂的是啥物呢？因为李性林也未得到大涅槃，也唔知大涅槃有三种德行。解脱德虽然啊参李性林同款，离破戒发心德参佛的离地性相一心的个四种未得未解，哎。所以三心怀疑呀、啊，啊，解脱一样，哎，跟二圣一样呢。但是般若跟法身呢，跟佛就差很多啦。同样是解脱，但是解脱的力量也是差很多。我主席来，毕竟将佛文如是说，今者数将涵盖有余，为闻世尊何言所说？世尊何故殷勤轻叹真深的微妙难解之法呢？你是下利佛欲中宣出于离说故言，讲慧力大圣尊啊，慧力又不是佛的智慧啊。救乃说是法，诸说的如是力，无畏三昧啊，禅定解脱定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道场所得法就是菩提跟涅槃之法啊。道场所得什么法？得两种，一个是菩提，一个是涅槃。这道场菩提道场，菩提树下称道。就是得菩提跟涅槃，无人发问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发问。我依然可切啊啊！你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也无我的这个无法度问，无问题之说。因为真心无法度问，所以我就家己讲啊，轻叹所行道，我轻叹诸佛，包括我释迦，拢是安尼修行，宽心能地，智慧真微妙啊！
诸佛即所得，加两个字，此是诸佛之所得，此是这个就是诸佛之所得。那么这三句半上文的上头经所问，清探诸佛第一方便真清微妙难解之法，也就是探佛赞叹佛自己证得宽悉能地之奥妙。那么佛的智慧如日啊，赞叹啊，亲像啊，佛的连这个智慧亲像慧日的，佛是一切性中之性，所以赞叹大性尊者探佛为救法界所尊重，救乃说实法，这是指佛的实地。行到四十多年也唔捌讲，也唔捌讲，伫如是力乃至解脱定，这佛的观地就是佛的种种的念观啊，方便嘛啊，所以佛讲一切法拢是观地。这个宽是两地，该是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的法，这是指佛自行宽是啦，也就是上头前佛所得的菩提涅槃真清微妙，五义难切啦，这是指佛化他宽是啦，啊，这是临头前所描写的智慧蒙难解难入，佛的自行化他宽是理性人无能了解，无能了解，当然就无人有法度问。赞叹所行的，这是赞叹自己啊，佛之所行，诸佛之所得，啊，结谈自己自行实啊，啊，赞叹所行的是权啊，自行的自行自系修行的权。那么赞结叹是自行实实实质，不问你主算，佛将三昧去贬值助叹啊，自己赞叹二日故。这就是结谈化他款式的啊，就会为了伊啊，何故无故的做梦呢？好了，这个没有办法讲完啊，37分了啊，就是耽搁了大家一点时间呢、啊。明天呢、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开始下课。